系列的秘密任务，他们每完成一次秘密任务，那么你这一环节的球就不会出现在抽签的区域。你说吧，你们在做啥？秘密任务。那究竟成员们对你做了什么，我们就一一来揭晓。先来给你上一个道具。哎呀，看到为什么你的名字上面都有一个 keep k k， 所有带 k 的都是有炸弹的。哦，这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默契。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